Hello，西安娱乐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散娘云晴。我觉得《时尚先生》是一个特别大、特别大的刊，然后呢，它也一直在让大家去了解更多的时尚文化，对，所以我也是一个特别喜欢《时尚先生》这个刊的一个小迷妹吧。最近在筹备我的第三张专辑，然后还有在筹备我今年的第二次巡演，对，所以希望各位能期待一下。下一张专辑的风格还是保有原来自己做的风格吧，那当然就是也会去尝试一些新的风格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主题呢？也希望各位能多多期待一下。当然一直是有希望能到不同的领域去发展的，但是我觉得首先还是得先把音乐作品跟歌手就是做到最好吧。那当然，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，像主持呀，或者说像演戏啊，都会想要去尝试一下，如果有机会的话。近期刚发布了一首新歌，是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的片尾曲，叫。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。对，如果大家还没有收听的话，可以到各个平台去收听一下哦。其实近期有在想要留长头发，也是很努力的在留长头发，但是，它留了一丢丢，我就会有点烦躁，就它有一点点，我就会稍微剪掉一下，但希望能再留长吧。其实本来是想说今年过年可以回家一趟，对，但是有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，所以没有办法回去。那也希望看吧，在年终年底或者说明年，看有没有机会回一趟家。遗憾的是没有，完成的是也是每一天在一步一步的向前的去完成，所以没有什么特别想要完成或者是说特别遗憾的事情。因为有可能是因为歌刚出这几天，所以一直在听，然后也一直在看自己的评论吧。还好吧，没什么太大感觉，就是谢谢他们。现在还停留在原点，因为确实就是也有动不动去刷个题，但是刷题还是没有办法。达到20道题以上的题目，对，所以还得需要一些时间吧。有时间的话，当然是想要回家了，对。但是回家的成本比较高，因为我刚去完三亚，就我觉得目前没有什么特别特别想要去玩的地方。那当然就是，不管去到什么城市，我都希望能去感受一下那个城市的习俗跟感觉吧。今天的穿搭吗？我今天是元宇宙朋克风，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今天就是我的头发有些小巧思，然后我的眼睛有点小巧思，然后今天也是穿的，就是比较粉、比较红的颜色，然后我里面是有一点露小腰的一个，也是一个小巧思，对，希望各位会喜欢今天我的穿搭。我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饭吧，其他的就是只要不忌口的我都能吃。近期第一个我想尝试的就是滑雪，对，因为现在身边的人有很多人都在学滑雪，所以我也想要跟风，也不是跟风，就我自己其实一直都想要学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冲浪，是我近期想要学的。其实我还有很多风格没有尝试过，因为我还是做比较偏 R&B 风格的歌曲，所以，我希望就是在未来，不管是就是下一张即将要出来的作品，还是说下下一张、下下下一张，我都希望能有自己的一些小突破吧，也希望各位能期待期待我的作品哦。我觉得。
首先就是保暖衣、保暖裤吧，然后暖宝宝，然后多喝热水。